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，好像永远有另外一个人的存在。无论我男朋友送我什么，他永远感觉到心里不平衡，好像家里买任何东西都要有他的一份。我和我男朋友去哪，他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俩分开。最让我生气的就是，每当发生问题的时候，我男朋友永远都不站在我的这边。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生活了。哼，在他们情感生活当中的那个第三者究竟是谁呢？影响又有多大呢？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航26岁，来自大庆石油工人；女嘉宾小航23岁，同样来自大庆，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 欢迎两位哈，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 谈恋爱多久啦？3年了，是他表嫂介绍我们两个人认识。你们俩感情怎么样？我们俩感情挺好，就是他有他二姐，一听到我说他是他表嫂介绍认识的，他二姐就非常的不喜欢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表嫂介绍认识的，他二姐不喜欢我。不喜欢你，我表嫂天天就是一个不顾家的人，下了班之后就出去跟朋友喝呀、疯啊、闹啊，所以说。 他就以为你和他是一样的人，他没说不喜欢。那我认为你表嫂是挺好的人呢。我实习的时候，她就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我，没像你二姐说的那样。再说了，我和你表嫂认识，就一定像你表嫂那样吗？我跟我二姐解释过吧，不是那样。你说他听吗？就像我第一次上你家，一进你家屋门你就开始去玩游戏，然后我看你父母在那块做饭，我就去帮忙。然后你父母说不用，我那个这厨房小，你去客厅看电视吧。我想那我就去呗。结果他二姐一进屋门，看见我在那客厅看电视。 就上来说，你没看着老人在给你做饭吗？我说我去问了，说不用啊。然后他二姐就说，啊，以后老人老了之后不让你养老，不让你收着，你也不管了吗？我没感觉我有什么错呀。然后他二姐就那么说。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那我二姐是心疼我爸妈。那你第一次上我家门是我没照顾到你，那你看看厨房能干点啥活你就干吧。那我去了，你爸妈说不用啊。而且我第一次上你家，我在家我父母都没这么说过我，他凭什么那么说我呀？是。而且第一次当你父母面就那么说我。好，两个先不要那么吵哈。你们这恋爱有3年多是吧？对。3年多，打算结婚吗？打算结婚了，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，他家里人所有人都同意，只有他二姐一个人反对，认为我配不上他。啊。不是，是有原因的。你家为啥要彩礼钱？谁家不要彩礼钱？我朋友他们家都要10万20万的，我就要2万块钱，2万块钱多吗？他家还在砍价，就给1万块钱，而且你这是娶媳妇，你以为上市场买菜呢？还在砍价呢。市场买菜啊？那感情之间能用金钱衡量吗？那我要的也不多呀。是不多，当时我那钱不全都买房子了吗？那我怎么没看上你？那我爸妈退休，全都是退休金，把所有的积蓄过来拿过来给我办首付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最可气的不是钱的事儿，是你二姐。 到处说的，我要因为这1万块钱把他家逼死了。你说话这么难听啊！总之，二姐在这个彩礼这个事情上，她也是不太认同你的，是吧？对。那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状态？我们俩问主持人怎么回事？嗯。他们家最可笑的，你知道怎么的吗？最后那个他就妥协了，我说那个我给你1万块钱行不行？他说可以。然后咱们把那个婚礼先办了吧，办完9夕之后，我说咱登记呗。 行不行啊？你先办个婚礼，对，然后之后他妈告诉我说他家户口本丢了啊，然后到现在我才知道，就故意迟不给我登记，婚礼都办完了，现在还没给我登记。不是人家干嘛不跟你登记？人家不都跟你婚礼了吗？因为他二姐呀，他二姐之前我不说1万块钱吗？他不说1万吗？然后一听说的1万块钱，他二姐也不想给，一听说我有2万块钱彩存款，他就过来说，那你不是要彩礼吗？那你就把你2万块钱先拿给你父母吧，然后你着急嫁过来的话，你就嫁吧，就那么说。那你说。 我听着能不生气吗？不是，然后当时我都不想结婚了，我就说，我就跟我父母说，我说的那个我不结婚了，我父母说的不行，这样式的你说，亲戚朋友都通知到了，不结婚也面子上过不去，就结婚了。等于现在你们办了9夕没领结婚证，是吧？是这意思吗？对。那你们办完9夕以后住在一起了吗？他有个房子比较大，我的房子比较小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那个大房子精装修了一下，住到大房子里去了。 后来因为我工作的原因，我们就搬到我这小房子，因为离我小房子比较近。啊。结果他二姐这一听说大房子空出来，就找各式各样的理由说要搬到我们大房子里住去。他自己也有房子，为什么不住啊？不是我从小就这么一个二姐，那咱俩那房子空下来，那就让我二姐去住呗。姐弟情深嘛，到就是住呗。我也让他住了，然后那天一回就进屋一看，我都不认识这是我的房子了。什么东西都给我改变了。那浴、哦、我喜欢的浴缸，然后花那么多钱买了，最后换成淋浴了。那墙壁纸换成粉红色了。那你这二姐做的不好。这事什么都给改了，而且也没告诉我，也没告诉他。这事跟他也有关系。那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。 当时为啥你说你不给我登记啊？那我亲二姐，你说我咋说？从小我俩关系都特别好，明白？那他过来关系好，那他也应该说一声嘛，没告诉我也没告诉你，他把我当成这家女主人吗？而且他还这样唯唯诺诺，就是不站在我这边说话，站在他二姐那边，始终向着他二姐。那你说我在我最脆弱的时候，我生病的时候，我需不需要一个人安慰我？ 需要他安慰不就行吗？当我大过年的时候生病了，啊，打点滴，然后他呢都不过来陪我。过年我生病都不来陪我。他不来陪。不是，我告诉你主任怎么回事？我大姐从那个北京回来，第二天就要赶飞机，一年就回来这一次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全家人聚会，他就赶那天得病了。 然后得完病之后啊，到10点，然后我就上他那儿去看他了，这就挑我理了。那10点了，我一个生病病人饿到10点，然后一个人打点滴，人家谁家不都有人陪呀？12年就赶飞机了，10点连个电话都没打，连问都没问一下，那他不来也行。 中间他父母也生病了，然后他二姐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是你说开个茶馆挺闲的，然后不照顾父母，送到我这儿来。你说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呢还得打针，根本没时间照顾父母。然后他二姐打电话说：“哎，你不知道照顾父母，娶你到家有什么用啊？”给我又一顿说。不是，我二姐不是那意思，我二姐那意思说以后她要是不在我父母身边，我父母正好这病了，看看你能不能好好照顾照顾。那如果我要是没生病的话，我是不是会好好照顾你父母？会不会给你父母做饭？我就认为你二姐在挑我，就想把俩。 别分手了，现在更可气的就是给他介绍对象。你去看了吗？我应付我二姐，我看了。我就问你去看了没有？我去看了。啊，你还看了？但我从来没跟他联系过。怎么没联系呢？那天晚上你在那块鬼鬼祟祟打电话是干什么？我不是给他们打电话吗？那你应付你二姐，永远是这样式应付他二姐，为了他二姐什么都可以放弃，所以我就必须要跟他分手。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和你挽回咱俩之间的感情。你说你这么跟我吵干什么呀？所以我就说要跟你分手吗？你是想挽回是吧？ 对，你觉得你有什么做的不当的地方吗？我承认，我可能是有一丁点的小毛病吧。一丁点的小毛病，你好多事儿做的都有问题。啊，今天本来要请二姐来哈，种种原因没请来，但是二姐有一段电话采访，放给大家听一听。来，您对您弟弟这个女朋友印象怎么样呢？啊，非常不好。从第一眼看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她，因为说，很多原因吧。 他在我家什么也不会干，我父母有病了他也不管，饭也不会做，在家里什么也不干，就知道吃。你说这样的儿媳妇，就是将来就是真的他俩走到一起结婚那天，能把我父母放心放到他俩身上吗？难道还要我父母那么大岁数照顾他俩吗？分手最好了，快点分手！我弟弟那人是个挺好的小孩，人特别善良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希望我弟弟找一个比他强，我也可以给他介绍。 你看看他，这二姐现在还说要给他介绍对象呢，他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我到现在为止也弄不明白二姐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，这好像像一个谜一样。看看老师们怎么看待这组问题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为什么二姐会这么不喜欢这个女孩？女孩，你嘴巴太碎到了。 总是在以吵架的方式跟别人说话的话，二姐会认为你是一个特别刁蛮的人。对于男方来讲，你根本不懂得在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如何平息问题。拱火是你最擅长的事情，但是平息你完全不懂的。我就想问你，第一个，你觉得二姐住到你们家，把你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拆了，做的对还是不对？ 这件事情嘛，的确是我二姐做的不对。那这件事情你有去跟二姐说过吗？ 那我亲二姐不说了，她亲二姐亲人也有做的不对的时候，你说了还是没说？没说。当你老婆在生病，你父母在生病的时候，那你觉得是应该你来照顾他们三个，还是该由你生病的妻子来照顾？我妻子照顾。一个生病的妻子要去照顾你生病的父母，而作为一个健壮的男人，你却不去照顾。我也上班赚钱呢。他也上班赚钱呀。 我二姐告我，就是儿媳妇就你不要告你二姐告你，你认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，你该不该做？我二姐那意思就是看她我爸妈病了，看她能不能孝顺孝顺，是这个意思。二姐的话我们先不管，至少用你的角度来讲，你认为我可以不用照顾，因为这些都是该由我妻子来做的事情。丈夫跟妻子是共同享有家庭劳务事情的。 家里边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，应该夫妻双方共同来配合。妻子有病，做丈夫的我应该主动承担；丈夫有病，妻子应该理应照顾。第二个，当妻子在外面受到别人诽谤指责的时候，你应该理所应当的保护她，但你没有，你反而在她身上雪上加霜。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今天应该思考的是，你应该怎么做一个好丈夫？否则的话，这个女人你留不住，下一个女人你也得不到。听上去都是二姐的不对，二姐办这些事儿有点二。看了看二姐的资料，我觉得不是二姐二，是你二。大姐为什么不管你的事儿呢？大姐在北京，大姐嫁得远，对吧？管不着。如果她在大庆的话，也管你，对吧？对，两个姐姐都宠你这小弟弟嘛，太不成熟了。但凡像家里出现问题，说妈妈啊，婆婆跟儿媳妇干起来了，那儿子一定有问题，是吧？丈母娘跟自己女婿看不顺眼了，女儿没做好工作，二姐跟你们这叫板，那一定是你有问题。你虽然26岁了，做这事儿也就是16做出的事儿，但是做的事儿很伤人。你女朋友为什么这么伤心啊？我听着都生气，怎么能这么没主见呢？房子给拆了，明知道二姐做的不对，连个不字都不敢说。一个没有是非的男人一点都不可靠，不是让你出去出头打架去，但对和错要说，虽然有技巧的说，但是也得说，不能闷头。刚才你说那话多难听，我就想抽你。我要是娘家人的话，大姐好不容易就回来一天，你非赶这时候生病，生病是赶的吗？她故意的。完了以后跟家人吃火锅去了，把自己女朋友未婚妻啊扔在医院里不管，冷冷清清，换你你乐意啊？啊，你生病了，全家人都吃饭去了，不管你，你怎么那么不开眼呢？就挑今天生病，你能受得了这口气啊？你能受得了，二姐也受不了，早打他们家去了。如果你受到同等待遇的话，对不对？都已经是未婚妻了，不管彩礼钱多少钱，吃了酒席了，对不对？还出去相亲，是你二姐混呢，还是你好色呀？我被逼的啊！我被我二姐逼的。你被你二姐逼的，你二姐让你出轨，你也出轨啊！你二姐让你杀人放火，你也杀人放火呀！都真是我二姐逼我的，我跟她感情其实挺好，真的。跟姐姐的感情再好，都有事理分明。跟姐姐的感情再好，也不能做一些背叛自己爱人的事儿，这都不是理由。任何一段外力，他之所以能够切入这段感情，他一定有能够切入的理由和缺口，一定说明这段感情不那么牢靠。我认为他不是二，我也认为他不是不成熟，他有很大的问题。二姐是亲姐吧？是。从小感情很好吧？对，我不相信二姐真的能这么对亲弟弟。这女人如果真的有问题，我问你的父母对这个女生有意见吗？我母亲还挺认可的。你看，如果父母对她都没有太大的意见，说明这个女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而为什么一个亲二姐是希望自己弟弟幸福的二姐，在双方在当地摆过酒席之后，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，蓄意的破坏，还去介绍所谓新的女朋友给你认识？前后大概聊了几个？10个左右。我的妈！10个。我几乎敢断定，你在你二姐面前也同仇敌忾的说过她的不好。如果你二姐每一次在说她的时候，你表现出来的是一副非常伤心为难的神色，跟二姐说她其实挺好的，我不说违逆你二姐的意思，非要跟你二姐干起来，你说其实她挺好的，她还不错，你谁没有点问题呢？弟弟已经跟她办了酒席了，我觉得这样对她确实有点不好。如果你说过这样的话，我不信你的二姐会这样介绍10次让你去相亲，不可能，你的二姐也是为了你好，所以我认为你这个人很有问题，你自己对这段感情不是很有信心，同时你也认可你二姐的一些看法，认为她很有问题，所以才造成了你的二姐全权做主，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闹剧。10次啊！我不相信一个人如果不配合的状态下，他能完成10次的相亲，我不信。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就在你们之间，我不认为你们有很爱。我也不认为这个男人对你很有信心，或者对这段感情的前景有多么大的信心。甚至我认为，其实他今天来挽回，或者是之前跟你办酒席，他都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。你有点太急了。就这样。想想老师们说的话，重新审视和考虑一下。男生也是一样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咱俩在一块3年多了，我觉得这期间我做的一些做法的确是有点不对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真是很懦弱。但我希望你能珍惜咱俩这3年来的感情，我真是很想挽回你，跟你一起走下去。我不会再让我二姐以后掺和咱俩之后的生活了，我希望你能再相信我这一回。你说这些都没有用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给我的承诺太多了，不是这一次，你说过太多次了。除非你二姐能改变，但是我感觉你二姐不会改变。就像她刚才也说了，她还是一直认为我很不好，所以咱俩没有办法在一起。好，请亮灯。还有一次帮助的机会，谁要？你还是你？谁要？你们俩谁要？我。3种方式：A. 求助现场的观众 ；B.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，一个神秘的声音可能会帮到你 ；C. 求助爱情导师，请你选择。选择 B。选择 B。B 确实有一段声音，是他相过亲的人，还是什么人呢？我们来听一下。航航这么多年和我儿子在一起，对我儿子的好，阿姨都记在心里。你二姐呢，也是对她弟弟好，对你所做的，阿姨也都看在眼里。你二姐也不容易，回头呢，我多说说她，你尽量多担待点。航航，阿姨希望你和小浩不要为这些琐事再吵了，希望你和小浩以后好好过日子。你是阿姨心目中唯一认定的儿媳妇。妈妈出来说话了，即使妈妈这么出来说话，自己也得想清楚。所以说你呀，真是二姐的事儿吗？你想想老师的话，你也想想老师的话。两位，请交换箱子，请交换。别出来，让他重新追一回，回去。来，请关门。看起来是有一个二姐横亘在两人的情感中间，实际问题还出在他们自己本身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一起来数5个数，来，5、4，请开门。哎，有。姑娘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你真的想清楚了？啊，你一点都不欣喜去看他是吧？还站在那儿是吧？来，姑娘站中间来。女生，你都把这给他，你干嘛也出来？这是你送给我的定情礼物，我还给你，还了你还出来？你哪怕你让他在现实生活里再追你一段呢，你真傻呀你！哎，那10个相亲的里面有好看的吗？啊！航航，我保证，只要你愿意结婚，我就把房子过户到你名下，这样你就是房子真正的主人了，你再也不用受委屈了。你也信呐？我并不是因为他说房子的问题。那你以为什么呢？我是主要是因为他最后。他母亲那段话，你以为他母亲做得了他的主吗？他母亲一直就认可你，这所有的事情不照样是发生了？气死我了！这3年该忍的你还是他妈妈没帮你啊！他妈妈该说二姐早说了，该管能管住早管了啊！这跟二姐真没关系，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承担做男人的样子。行了，都别做二姐了。来，站到这儿来，小伙子。感谢 Bloom 暴龙眼睛为牵手成功的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，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。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。开始。停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筒，有请。选择幸福，选择亚塞河来盼盼，盼盼到家安居乐业。谢谢。对，牵着妹妹慢点儿。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庄严时刻。豪豪，我以后一定会背起一个做男人的责任，我不会再听从二姐的一些话语。我以后的人生就只有你，我希望你能相信我。豪豪，我希望你嫁给我，回去之后咱俩就登记。亲一个吧，亲一个吧，亲一个吧。哎呦。 你不跟二姐说点啥？二姐，你别管我了。媳妇儿骗回去了，又乐了。我问你一句啊，你媳妇儿也生病了，你爸妈也生病了，怎么办？我管我媳妇儿，不管我爸妈。爸妈跟媳妇儿一起管。爸妈跟媳妇儿一起管。你说。我说句实话，我倒替这姑娘放心了，不是这小子啊。 你诚心花心，确实这小子笨，好好回去过日子去吧，去吧。谢谢涂磊老师，谢谢。啊，他是真笨呐，这问题问得太好了。